狄仁杰，据查近日有百计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现你一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你们当中有谁知道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？王立德在出海之前都问你收过些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假如狄仁杰跟王立德是一伙，秘密控制着走私的黄金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如果他真敢如此，那他就和这黄金大案脱不开关系。知道真相的人就在这船上。狄仁杰，里通外敌，全体上舰，放！狄仁杰！我想找到出去的路，走着走着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，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林父，这有一滩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。